首批服务器马上就要到74级了，74级算是一次属性的大跨越，战力会有较大的提升，但是随之而来的就是需要大量的材料，大佬们可以提前准备，普通玩家也可以趁机赚一波小钱。首先是砭石新等级的开放，74级后砭石可以提升到9级，需要海量的石母，一颗紫色石头从8到9需要25000点经验，需要250颗精纯石母。假设全身都是紫色的砭石的话，则需要3750颗精纯石母来升级。一颗金色的砭石从8到9则需要90000点经验，需要900颗精纯石母。全身都是金色的话，全部升一级需要13500颗精纯石母。普通玩家慢慢累积就好了，没必要用银两去商城购买。74级还开放了狼纹的新等级，无论是紫色还是金色狼纹，从7升到8级都需要10几颗同品质的狼纹，全身46颗狼纹，全部升一级大概需要600多颗狼纹。未来1到2周内，狼纹的价格应该还会涨一波。74级后会开放144装等的装备，精工上限会从45提升到60级，可以看看自己3级精工材料的存量，如果交易行还算便宜，可以稍微入手一些，短期内应该只会涨不会跌了，不用囤太多，这个东西后期产出还是挺多的，自己够用就好了。